为大家展示16×16霓虹灯，采用的是柔性硅胶套管，硅胶材质 ，PCB 宽度11毫米。霓虹灯采用的是 WS2815 60灯，断点续传。这是两条16.4英尺串联。我们需要通过 APP 添加到600个像素点，然后选择2811芯片，测试它的单色模式。首先连接，增加亮度。白光，压降很小，正白色。内置180种幻彩模式，速度可调节。火焰模式，音乐模式，谢谢观看。